那你怎么认识我的？啊，是因为妈妈还是喜欢音乐姐姐？妈妈。妈妈在哪里？妈妈派你代表上来吗？那你喜欢我的歌吗？你确定？你觉得周汤豪帅不帅？你几岁？十岁。十岁，你有犹豫一下哦。你不要逼妹妹啦！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握个手。谢谢你，谢谢哦。等一下哦。好。那你知道情人节吗？你还没有交男朋友吧？你有男朋友吧？还没吧？还是妈妈在不好意思说。情人节快乐，谢谢你。等一下，周汤豪，他要跟你告白。啊，你要跟我告白？他的小卡上面有写字。是你写的吗？他要透过麦克风跟你告白，然后你要喂他吃。你确定？妈妈同意吗？妈妈，还是妈妈就想把女儿赶走，说妈妈妈妈妈上来。那你看得懂他写什么吗？他又不是他写，他妈妈写的吧？还是爸爸写的？那周汤豪你自己念。什么事？妈妈来了啦！妈妈来了，是不是？妈妈果然拨开一切。是妈妈吗？抛夫弃子来了。妈妈，你要讲吗？派女儿代表。妈妈，妈妈旁边害羞。妈妈说：“嘘。”那个是姐姐。哦，不用不用，姐姐已经懂事了，她害羞。姐姐不好意思，就说。对，那周汤豪，你念一下那个语境跟你讲的话。他说：“汤豪 ，the real forever love。”对，谢谢。那就是你喂妹妹。你确定？你要现在吃还是带回家吃？他说带回家吃了。不行，我们应媒体要求一定要现在喂。人家小妹妹不要逼人家了，还有后面两位、啊。我怕他会转卖，所以一定要吃一个。你确定？他想要带回家，你干嘛现在逼他了？你要现在吃还是会带回家吃？你吃一口，拜托啦。我们需要这个照片。我不喜欢逼人家，我跟你讲，你带回家吃，你不要理他们，不要顺他们的，知道吗？你的人生自己的目标，你为什么要你决定了？你为什么别人？周汤豪，你为什么要忤逆？就是带回家吃。你为什么要忤逆主持人？没有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谢谢你，谢谢雨静哦。加油哦，听妈妈的话哦。你这样让他感觉很那个很 confused， 到底怎么样、啊？没有，他就想刚刚跟我讲的、啊。那你回家吃好不好？好啦，好，那谢谢你哦。好的，那拜拜，拜拜，谢谢。好，来下一。可以一起吗？你们谁是那个写的人？你们是什么好朋友？双人组是不是？哦，两个都一起，那就一起啊！你们要一起就一起 ，OK 啊？你们两个认识是不是？所以现在变好朋友，什么都要一起了。OK， 这么快，马上变好姐妹啊！那麦克风给你， Hi、然后请你、这个、好姐妹还穿，你们两个不认识，然后穿这么像，对啊，有默契啦。啊、所以周汤豪，你要认真的看着他们，他们要这个透过手上的小卡跟你告白。好啊、然后告白完，你就要给他们巧克力，好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OK， 那你们先不要黏在一起，先一个一个来啦。你可以给他精神力量，但是不要打扰他两个人独处的时刻。好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啊，你有麦克风，记得透过麦克风说话哦。好，你的小卡交给你了。你真的很帅。谢谢。很常来新竹。哦，我新竹的朋友昨天有去，你有来吗？谢谢你。然后加油。好，我会，你也加油。谢谢你。那个来，谢谢你，太感动了。昨天在新竹看到，那你要带回家吃还是现在吃？等一下再吃。那你可以我们往前面走一点。不行不行，我坚持一定要喂。好好好，好不好一定要喂，没有问题，真的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你没有男朋友吧？没有。好好啊，妈妈有没有来？爸爸有啊，妈妈有来。在哪里？该不会也是陪妈妈来的吧？是哦，也是因为妈妈喜欢周汤豪吗？好好，那来周汤豪，你喂他吃一个啦，好。各位，这就是情人节的超级好，看一下前面，看一下前面，对，喂的时候定格看一下下来 ，OK， 再那个做事吃一下，做事做住，对，没有，就是定格，对你碰上去定格，然后看一下镜头，来来来，对，看一下前面的镜头，哦，他真的变假人了，手都不会动了，太可爱了啦。超怪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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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好好，谢谢 ，OK， 谢谢你支持哦，抱一下抱一下，谢谢，谢谢，好的，台下休息一下喽。跟人家一样，真的，来第三位，麦克风交给你喽，好，直接就是进行告白时间。好，你也穿多一点，加油，谢谢。你上面是这样写的吗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哎呦，哦，你就是刚刚那一位对不对？蔡依婷，好。很多人跟你同名吗？对，真的吗？蔡依婷，謝謝 你不要再动来动去的，你定格。他冷啊對！他一直这样很紧张，他一直扭来扭去这样子。不要的，对，好紧张、啊。那没关系，我知道你对周汤豪的心意。现在是你们两个人的甜蜜。欸、你戴牙套可以吃吗？可以啦。
啊？他要拿着，你戴牙套可以吃吗？可以吃，不能够吃咖喱而已啦。哦，是啊。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呢，就是那个，哎，麦克风，对对对，定格。OK， 一样哦，定格。来，怡婷看一下镜头，对，你。他真的咬上去，他直接说哇我要吃，真的好，巧克力送给你哦，谢谢谢谢，情人节快乐，情人节快乐，情人节快乐，谢谢谢谢你，谢谢你的支持，好谢谢，好走那边也可以，哎。